说太多。哎，宝贝儿，你来了，欢迎拿铁。欢迎 DSH， 欢迎金明。谢谢量子力学，感谢量子力学的夸奖。欢迎夜男人。看后面的江景，那是我老婆家，这是我家。欢迎人间小道童。谢谢绿色小青菜的关注。欢迎斗妞泡泡。真的好瘦，最近瘦了，之前还没这么瘦的。把椅子挪一下哈。我才4:30，欢迎雪乐，欢迎火爆。欢迎 Alex， 谢谢火爆的灯牌，感谢火爆。大家喜欢主播的话可以加一加那个灯牌，送一送小心心。主播这两天被限流了，被警告，系统差点骗我一个高级粉丝牌。你兜里币够不够？够的话入个高级灯牌吧。谢谢良友，够的话我们就换一个高级灯牌吧。回来了回来了，欢迎佳南，谢谢雷闷，感谢雷闷。明天换今天吗？择日不如撞日嘛，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。就今天吧。吃饭了没有？吃了饱。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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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蒙圈儿，出去走了20000多步，你出去干啥？走了20000多步，为啥？你为什么要出去走20000多步？多少都不吃了。流量密码，什么流量密码？我被限流了，我昨天那个警告了4次，今天就限流了。欢迎心如止水，欢迎狒狒。就是因为昨天限流了，今天才穿好看一点。欢迎小一桶。对，不是不好意思，是一天就只能吃那么多。
谢谢我们小一统，给我们小一统的灯牌。回武汉啊，回了宝贝儿。有八十斤吗？九十多？没有九十多，八十七，八十七。以前还有九十，现在没有了。今天因为昨天被限流了，今天特意打扮了一下。我刚从武汉回来啊，那武汉不跟我说，没让我请你吃个饭。会的，会的。今天晚上流量已经好了，已经四十二个人了。今天上午去了，上午去面试了，下回来武汉给我说，请你吃个饭。欢迎会飞的鱼。你放心，你喊我肯定请的。我这个人只要开口了，怕打扰你工作呀、啊？你问我嘛，你可以问我嘛，有没有工作？如果没有工作的话，那就请你吃个饭。欢迎烟火，欢迎九除以三。不知道哎，我租的房子，明天打扮成正月那个妆容，直播间就破千了，不存在，不可能。欢迎新的记应届，不敢算了，不敢就算了啊。谢谢李坏坏的分享。今天妆有点淡，应该把妆化浓一点的。拍正月的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九十五斤的，现在比较瘦了，现在八十七斤，相差多少斤？欢迎兔兔，八十七、九十五、八斤，八斤还是蛮多肉的。欢迎艾特，欢迎思南，我们不是互关的吗？没有吗？呀，我们居然没有互关，完了，肯定是你给我刷的不够多。肯定是你给我刷的不够多，我居然没有关注你小一统。难道我认错人了？我记得小一统给我刷的挺多的呀。喝多了伤老了，没记住了。欢迎老子搜的三，就是那个火起来的那只流量密码，可是我并没有打着那个正月的名声啊，是不是？我不喜欢蹭别人的流量哎，就宁愿钱不挣不蹭别人的流量。就改名就加了观音加了几天吧，我就删掉了。谢谢小音符，给你小音符。欢迎零度，就别人拍一个视频都是别人的那个创意和才华，不能靠别人的才华给自己引太多流，就引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我也觉得外面海景挺漂亮，那个是我老婆家。那肯定你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空军二号，你说不该说的话的话就会被禁言，系统自动禁的。你肯定触发了我系统里面的什么关键词，所以就被禁言了。欢迎拿铁，欢迎西门飘雪。今天我刚回来，然后就没去我老婆家。欢迎 QSA。像我们 QS 的灯牌，那么昨天骂人的，我是天蝎座宝贝儿，我骂你吗？还是你骂我？今天拍啥？今天上午去面试了一个通告，下午去朋友家吃饭去了。扛不住蝎子的魅力，谈过蝎子吗？问清新都可以。不，这是回来换的，穿的是下午那个出门之前直播了，穿的黄色的那个。这个是因为昨天被警告了，今天限流就穿漂亮一点。弹的全是天蝎座呀，那你还挺专一的。下午谢谢我们乔治，欢迎我们老宝宝。我只谈过金牛、双子、射手、双鱼、天秤，总共十二个星座，你谈了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还差七个，你就能凑够十二星座了。这个叫直角肩吗？应该是那个标准的直角肩。老专一了，全是十八岁的蝎子，那是专一。对，我就那个关女士，欢迎两根木头。夫人在哪？这呢，这呢。欢迎 it， 欢迎 breed， 欢迎静。
我跟水瓶、摩羯、处女应该不怎么合，那你跟我肯定合，我那个百搭。欢迎 Taxi， 好看的主播千千万，叫丧彪的就这一个是吧？全网找不出来这么好看的女主播，取名叫丧彪的。不结呗，我从来没有说什么男闺蜜啊、兄弟之类的，没有，不搞那些。欢迎山里来。